我是秦，我是一博，我是 Unique， 我是狮子座，狮子座。对，王一博有一天就是一开始看了一本恐怖片，然后睡觉的时候就不敢睡觉，然后就一只手搭着圣眼的这只手，然后一只腿搭着圣眼，就是对，然后就这样睡了。你也